家睇緊 Facebook Live 啊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情報太太懷玉。咁而身邊咧有呢一位就係、是、日本城嘅分區副經理阿和啦。Hello。Hello, hello, 大家好。係啦，嗱，咁其實咧入今日我好開心啦，就嚟到奧海城嘅日本城咧，同大家見面嘅喎。咁而咧今年咧，即係依家啦，就係、是、慶祝緊咧日本城30周年嘅紀念。咁咧順勢咧就推出咧呢個消費券嘅購物優惠啦，同埋買滿88蚊有88折嘅優惠喎。哇，真係超正啊！阿和係咪有啲正嘢要介紹俾我哋咧？係啊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我任務咧係教大家點樣使用消費券，而喺我哋咧三大嘅平台啦，支付寶啦、微信啦同埋八達通，只要喺佢哋應用程式裏面下載我哋日本城嘅優惠券，買滿250蚊減30蚊呢個優惠，就可同一時間我哋都仲可以可以全場擺滿80蚊88折呢個優惠啊，係咪好抵咧？係啊，真係好抵啊！嗱，即係重複多一次啦，就係、是、買滿88蚊就有88折，咁即係買滿250蚊咧，再減30蚊，哇！正啊，即係抵上加抵啊！喂，咁你可以快啲話俾我聽有啲咩即係正嘢要推介，啊、我要買嘅。不如我同你一起行一個圈先啦。啊，等等先，哎，係我唔記得，我唔啱啊。嗱，我想講嗰樣嘢咧，就係大家一定要留意住成個 live 啊，因為咧由頭睇到落尾。個原因係咩呢？因為我哋喺片尾嗰度咧，我哋會問兩條問題，而答啱兩條問題咧，咁就有機會咧得到豐富禮物噶啦。嗯。嗱，記住留意咯喎。好啦，我哋而家行啦。行啦。咦，華旭啊，你平時有冇食開韓國嘢㗎？有啊，因為其實我都好中意食韓國嘢㗎啦。仲有咧，就是、因為我中意，即係其實我中意周圍去啦。咁所以我又中意世界各地嘅美食啦，尤其是韓燒啊，我女好中意食㗎。哦，咁屋企平時有冇煮開啲韓國嘢食下？哦，咁啊冇啦，因為咧，我覺得咧，我冇嗰啲韓式嘅餐具啊，或者係韓式嘅煮食用具啊，所以我覺得冇呢個感覺啊。咁樣咯，不如我介紹個產品俾你啊！你睇下我哋嘅一個寒風鍋，我見到啦。哇！呢個寒風鍋就非常之一個好嘅寒風效應啦，佢可以用喺明火同埋電磁爐上面喎。啊，咁咧今日都係做緊原價229，特價149，再88折啊，係131個一㗎，係咪好抵咧？好平喎，好平喎，同埋呢個金色我好中意啊，我最中意金色㗎啦，係人都知㗎啦。誒，我又見到一樣筍嘢喎，因為咧呢一個。是什麼來的呢？因為這個綠色我很喜歡啊。哇，這個是一個 Thomas 的迷你的豆漿機，你沒看它小小的，它都有四大功能的，可以製造豆漿、製造米糊和煲到水，而且它用304不鏽鋼的內膽，很容易保證沒有異味和很容易清洗。是啊，我看到它這個內膽好像很正一樣。還有呢，我知道它是一個一鍵式的清潔功能的，那即是怎樣呢？就是其實一按它呢，它就會透過用裡面那個刀片啦、刀頭啦，那然後呢就可以無死角這樣清潔。我要立刻示範一下給大家看，你教下我睇下我用得啱唔啱喎？啊，倒啲水落去先。我哋當清洗啦，就加下啲水啦，一啲清潔嘅用品啦。之後咧就吸埋個蓋，然後撳邊個掣咧？撳翻個清潔嘅掣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哦，之後咧就得噶啦，係咪啊？係啦，咁啊，大概一分鐘嘅過程咧，裡面就完成曬成個清洗嘅流程啦。係啊，成個過程，哇，係喎。佢 work 緊喎，好正啊，好正啊！咁幾多錢咧？睇下先。咦？喂，原來這個呢個咁多功能嘅豆漿機咧，原價399蚊，依家咧特價再88折之後咧係263.1啫。哇！真係非常抵啊！真係好平啊！我又見到這個咧打磨器好似好多配件咁喎，好似幾～勁喎！咦，識貨喎，華玉，呢個係松井三合一嘅攪拌機套裝，佢裡面有三個刀頭，你可以試下換下噶。佢裡面咧包括咗有攪拌啦、乾磨啦、碎肉三個嘅重要嘅元素。三個刀頭咧都有唔同嘅攪拌杯，包括有350毫升同埋600毫升，誒俾你整乜嘢都得噶。而且咁強勁嘅價錢，咁強勁嘅攪拌機都係做緊。原價329，特價再88折之後都係219個一㗎，非常之抵啦！我而家咁樣換咧，其實我覺得好方便啊，同埋咧佢個杯咧，我見到佢有三個杯啦，咁有兩個刀頭可以換啦，好正喎！佢呢個又方便喎 ，OK， 勁啊！咁我哋繼續啦，
咦，華旭啊，你平時屋企有冇煮開飯㗎？誒，你見我咁留意呢餐具嘢，就知啊，真係有啦。咦，咁我介紹一樣筍嘢俾你啦，就係伊斯曲嘅大理石嘅尖鍋，佢有就啱曬你啦。佢有三種唔同嘅 size， 佢都係咧日喺越南製造，咁咧包佢咧都係唔容易黐底，同埋唔含 PFOA， 夠食得健康之餘咧，仲夠曬安全。佢最重要咧，可以係用電磁爐同埋明火都可以噶。係喎，咁真係好方便啊！因為有啲屋企就係用明火啦，咁有一啲咧就係用電磁爐啦。咁同埋咧，我見到佢咧有三個唔同 size 咧都好正啊！因為咧就係變咗誒唔使成日洗 pan 誒，即係不斷喺度煮好多唔同嘅嘢食，都好適合啊嘛。係啊，價錢方面又係點嘅咧？哇！咦，好抵喎！原來本身原價咧都係179蚊起啦，咁依家特價咗之後咧，再八八折咧係104.7。起咋，104.7都係100多蚊啦，好抵啊！係啊，平咁多真係好抵買噶。喂，咁其實咧，因為咧買下咧有咁多廚具啦，咁然後咧買好多刀啊、餐具嗰啲咧，我其實咧成日覺得咧咁晾曬喺度咧，好似好唔合衞生咁啊！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我咧？咦，華旭唔使咁煩惱喎，你睇下呢款松井嘅藍光紫外線廚具消毒機。它還可以幫你收納砧板、刀具和不同的餐具，它還用了 UV 紫外線來消毒和殺菌。哇， UV 消毒怎樣開的呢、你看看旁邊按這個掣、這樣就開得到的了、一粒掣就搞定，它自動呢就開了之後呢就會幫你高溫烘乾啦，和方便容易儲存，還要把刀放多久都不怕不衛生啦。現在做特價八八折之後都係236.7，係236.7嘅，仲送到你兩塊環保材料製成嘅蜜籤砧板俾你啊！你講緊呢個砧板啊？係啊，送兩塊俾你喎。佢仲有咧，可以有個公仔咧，去話俾大家聽係肉啦，定係菜喎。好，呢個都好貼心啊！哇，好正好正好正，呢個都抵啊！呢個都抵啊！啱啊啱啊！咦，華旭啊，我哋講咗咁多食嘅嘢。不如我哋都係睇下其他家庭嘅電器用品啦，好唔好啊？係啊，喂，你講得好啱啊，因為咧食得太多咧，即係唔係好啱女士們咧，因為會肥啊嘛。咁有啲咩筍嘢介紹俾我呢？咦，我見你平時咧都去出唔同嘅鏡啦，不如我介紹個風筒俾你啊。哇，唔講就出鏡啦，你見到我啲頭髮咁飄逸啊，就知道好需要一個好好用嘅風筒啦。好啦，咁我介紹呢個 LAB 水離子雙壓嘅電風筒俾你啦。你覺得哇，你呢個氣就啱啦，你覺唔覺得佢好輕咧？佢就得700。700g 個係非常之輕啦，最重要係有兩段唔同嘅風力，水離子咧仲可以幫助你咧深層嘅護髮啦，可以保濕啦，同埋咧令到你頭髮冇咁易乾啦，同埋易打棘喎，更啱曬女士嘅需要啊！咦，咁我咧覺得咧，首先頭先我就覺得好非常之輕啦，咁同埋咧佢嗱你大家會見到啦，佢有個座台嘅功能嘅，咁同埋咧佢可以調校角度嘅喎，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一、二。嗱，佢向上咧就可以10度，向下咧就可以12度，啱唔啱啊？13度，系啦，12度，十度同13度，系啦。咁佢咁細部咧，同埋佢咧，試下個風力得唔得咧？好啊，你去試下。可唔可以啊？喂，好飄逸噶嚇，一二三。哇，幾清爽。正喎、咦，同埋咧，佢都幾嗱，呢個係一段啦，二段係咁樣嘅。嗱，大家睇到嘛？都幾大風嘅喎，好夠喎，同埋咧佢唔係特別熱喎，我覺得温度啱啱好，我覺得好正啊。好似同埋佢係有個水離子啊，係咪啊？係啊，有水離子啊，可以幫。咁即係點都唔會傷頭髮啦。係啊，冇錯啊。幾多錢？幾多錢？哇！呢個風筒原價嚇係369，今日八八折之後係289.5，係289.5嘅。喂，華旭，仲唔快啲買翻屋企？我要叫老公啊，老公幫我買翻屋企。嗱，一陣間轉個頭，你好撳啦嚇，喺 JHCE Shop 嗰度撳啦。好啦，喂，另外咧，因為我成日要出鏡啊、影相啊嗰啲各樣嘢啦，咁啲衫咧好容易潮啊，咁我咧又唔方便帶成大個燙斗出街噶嘛，咁有冇啲好方便可以帶出街又可以用到容易套燙衫嘅咧？咦，我哋就睇下呢個 飛利浦嘅手提式掛燙機啦。這個設計咧係非常之輕巧，同埋可以摺疊過，可以方便你帶出街啦、去登台啦，同埋幫你隨時隨地打理呢個衣服喎。佢仲可以處理絲綢嘅物料啦，同埋可以喺可以燙嘅布嘅物料上面咧都可以用得到㗎，係一個同埋好方便嘅蒸汽掛燙機。
佢今日咧都係做緊原價398，八八折之後知唔知幾錢啊？只不過係289.5㗎，即係抵到你唔信啊！哇，200多元又真係好方便喎，同埋咧佢真係好輕身啊！咁同埋你頭先講到就係話咧，其實佢一啲好細緻嘅物料咧，即係布料都可以絲綢都可以㗎，可以燙，正呢、這個正。好啦，咁啊講完咁多樣嘢啦，即係譬如一啲個人護理嘅家電啦，咁有冇啲清潔嘅用品可以推介一下呢？唔知呢款伊瑪嘅旋風式無塵袋嘅吸塵機啱唔啱你心水呢？哇！呢部吸塵機咧就係、是、佢採用 1.5 色集嘅設計咧，係方便你倒塵喎。最重要咧，佢係無需要換吸塵袋，唔使你成日換，年中都幫翻你慳翻唔少時間噶。佢仲有 HEPA 嘅過濾器，仲可以拆出嚟清洗，係非常之襟用噶，同埋抵噶。咦，係喎、哦，真係幾正喎、哦，同埋咧佢都幾細部啊，價錢仲正啊！我想話俾大家聽，原價咧499元啦，特價咗在八八折之後咧係351.1啫，350多元就可以買到啦。哇，真係好正啊！咁即係話咧，如果上網即係上JC 易購店嗰度買嘅話咧，咁攞埋嗰250元嘅優惠券，係啦，咁即係話351元就可以再減多30元。哇，我呢啲～師奶數我計得啱啊嚇，即係其實320元到咧就已經可以買到啦。係啊，記得下載翻佢嘅優惠券就可以用得到㗎啦。Good。好啦，咁我其實咧講完咧即係家居嘅嘢啦，喂，其實浴室嘅嘢咧，我覺得咧都要推介一下。嗱，嚟到浴室區啦。嗱，成個浴室咧，其實我最主要咧，我就最即係最緊要係嗰個花灑頭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佢係靈魂嚟噶嘛，冇咗花灑，一個正嘅花灑頭咧，成個即係成個沖涼咧，成個沐浴咧都唔夠好啊，唔夠 good 啊！你有冇啲好嘅推介咧？梗係有啦，不如我介紹一個 Japan Home 嘅5速花灑頭套裝俾你啦，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選擇嚟喎。佢有5種唔同嘅速度啦，可以幫大家去加壓清洗衣物啦，同埋衣物佢嘅上面嘅污漬啦。可以洗冷氣機啦，洗隔塵網啦，可以抽油衣機裡面咧洗埋個隔裡面都冇。OK 的，而且慳時間、慳水又慳你。最重要咧，佢送埋一條1.5米長嘅水喉俾花灑喉俾大家。呢、這個花灑咧原價係105元，依家特價75元㗎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！快啲嚟買啦！哇，正喎、啊、正喎、啊！嗱，我喺個花灑頭隔離咧，我見到有啲好得意嘅浴簾啊，就係咧角落小夥伴啦，同埋 Winnie the Pooh 嘅浴簾啊。嗱，呢個浴簾咧。正在喺邊咧？就係、是、防水快乾啦，仲容易清洗。嗱，仲有咧，佢本身咧就係包埋啲掛鈎嘅喎，咁咧就好方便大家安裝啦。咁唔止咁啊，因為咧 size 方面咧180cm 乘180cm 咧，就係、是、基本上咧可以符合曬大部分嘅浴室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呢個正啊，同埋我覺得太 QQ， 我又想買俾個女啦。嗱，原價咧就79元，嗱特價咗之後咧49元嘅咋。咁你快啲買俾女女啦！要啊要啊要啊！嗱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喺浴室咧係不可缺少嘅，因為頭先都講啦，女士咧就係要 keep fit 噶嘛。咁而 keep fit 咧係要咩咧？就係成日要睇住個數字啦，就係睇住個磅啦。所以咧，浴室電子磅咧就非常之重要啦。嗱，呢個咧 Japan Home 不鏽鋼面嘅電子磅啦，體積咧就夾曬細，咁咧就買個擺喺浴室嗰度咧就磅重就啱曬啦。咁而呢個價錢咧都非常之抵嘅喎，特價完之後八八折咧係113.5元嘅咋，大家唔好錯過啦。嗱，講咗咁耐啦，其實咧因為咧用消費券買嘢，即係買咁多嘢咧都要擺，即係揾啲盒收納下噶嘛。呢樣有冇推介咧？有啊，不如我哋睇下呢個日本嘅膠鐵門式膠箱系列啦，佢有大、中、細三個 size。佢都係以白色為主，有好多唔同嘅 size 俾大家選擇，包保你滿足你嘅需要。而且最重要嘅係日本製造嘅，係日本製造，佢仲可以咧喺幫你慳位嘅時候咧，仲可以搭起嚟。加上佢用係上蓋式嘅設計，防塵又慳位。呢、這個膠箱咧原價咧都係109元，特價博再八八折之後咧就79.1起喎。哇，有3種唔同嘅 size， 咁簡約嘅設計，係咪？仲要日本做喎。係啊，正啊，因為咧我又中意佢咧透透地白啦，咁同埋咧又可以放到唔同嘅嘢啦，即係譬如話好似大 size 啊、中 size 嗰啲咁咧，佢放嗰啲枕頭啊、被鋪啊嗰啲就最好啦，因為一目了然啊，你就知道咧邊一格擺緊啲乜嘢嘛。咁啊，關於床上用品上面咧，你有冇啲推介咧？嚟到日本城，我哋都可以睇下好多唔同嘅床上嘅用品啦。我哋都好有好多唔同嘅卡通牆粒啦，包括咗我哋有柴犬系列啦、武明啦、芝麻街，我哋都有3尺啦、4尺同埋4.5尺嘅。
三尺咧就送一個枕袋，四尺同四尺半就送兩個嘅枕袋。我啲床單咧都係以微纖製造啦，唔容易縮水，同埋咧都係唔容易炒噶，耐用性非常之高。三款床粒咧原價都係109元，依家88折，之後折實價係77.4，係77.4噶，咁可愛。咦 ，Jenna 可以買唔係？葉華旭啊，可以買翻個俾小朋友喎，買翻 Jenna 喎。嗱，好明顯你都想送翻套俾 Jenna 啦，我知㗎，我知㗎，啲咁得意咧，我知道我個女好中意㗎啦。多謝叔叔先，唔該曬，我代 Jenna 多謝叔叔。好啦，嗱咁啊，講完即係啲枕頭啦，喂被被咧都好啊，即係我都想揾啲被被俾阿女啊，因為咧好似呢個咁啦。我都想推介俾大家噶，因為呢個卡圖嘅冰感系列啦，我非常之正喎，因為咧佢本身個質地啦，就係用咗日本最流行嘅新型涼感質料啦，表面咧就係涼感質料啦，裡面咧就係優質嘅中空棉，嗱布料咧就非常之透氣柔軟，仲要吸濕快乾，嗱簡單啲嚟講咧就係一冚上身。整個體感溫度可以跌3至6度左右的，所以其實夏天即係細路仔瞓覺係最容易出汗，咁所以咧呢種被咧係最啱佢噶啦。係啊，冇錯喎，呢款被係最重要咧。嗱，雖然咧大家而家隔住個鏡頭摸唔到個質地啦，咁咧我就想話俾大家聽咧，係摸落去真係非常之柔軟噶，好正啊！這個我真係一定要買，老公買啦 ，on the list。剔佢，好啦，要買啦。我哋仲可以放入洗衣機裏面洗嘅，方便大家清潔哦。啊，即係就咁擺落機洗就得㗎。係啊，就咁擺落機洗就可以啦。咁即係好方便喎，正喎。好啦，咁而家價錢係點啊？咦，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尺寸，保護墊我哋原價169元起，特價129元。皮咧就原價279元起，特價咧189元起，仲有88折噶。哇，正啊，正啊，正啊！嗱，講完皮啦，咁枕頭方面咧，咦，有咩特別咧？呢個卡圖嘅枕頭，呢款卡圖嘅枕頭咧，佢採用抗菌透氣嘅乳膠枕，而且咧最適合喺夏天裏面有用啊，因為咧佢透氣同埋舒適啦，同埋涼爽喎。佢仲有咧抗菌嘅功能。保持可以令到佢保持乾淨啦，你貼住個面嚟瞓都唔怕啦。原價係299元，特價係249，88折之後咧係219.1嘅，係219.1啊！我而家咧就咁撳下咧，佢都幾軟熟啊，好舒服啊這個，哇正喎！嗱，我見到咧除咗這個卡圖嘅乳膠枕之外咧，隔離仲有一個咧防螨防蚊四孔枕，哇！我見到這個防蚊不得了。哇，係啊！佢採用咗法國天然嘅技術，防螨嘅技術提煉，不含任何防化學添加劑，仲有四個孔嘅棉芯，透氣舒適。哇，華旭啊，你試下撳一下。哇，好正！這個都好舒服啊，這個。哇，喺我哋而家呢個枕頭咧，做緊特價，係台灣製造。係啊，台灣製造，原價170元，特價139元。88折之後是122.3的，你又可以買回家了。是啊，我真的要買回家，因為防蚊真的很重要，因為防蚊並是被 Jenna 攬住，即是它這個太高啱我用，但被它攬住當攬枕都可以驅蚊。是正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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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啊。咦，咁我好多嘢即係要買俾 Jenna， 有啲乜嘢介紹俾 Jenna？ 咦，你呢個頭先嗰個 Jenna 咧都好中意好多唔同得意嘅嘢喎。不如咧，我介紹一樣好嘅好嘢俾你啦。唔知 Jenna 中唔中意呢個 Hello Kitty 嘅 cushion 同埋坐墊咧？唉，係小朋友都中意 Hello Kitty 噶啦，佢中意粉紅色喎，咁啊點可以走得甩咧？好啊，中意啊！咦，佢有幾真係好得意喎！而家原價咧？都是49元起，特價都是39元的，你買回套給 Jenna 啦，又可以。喂，抵啊抵啊，多謝你啊！好啦，咁呢個咧，其實呢個真係好抵買，真係39元起嘅啫喎。咁好啦，嗱咁講到即係咁耐啦，因為其實暑假又過咗一半啦。其實咧，阿 Jenna 咧成日喺屋企 hea 喺度咧，我真係想揾啲嘢俾佢放下電啊！有冇啲推介咧？咁有啦，不如試下呢架啦，閃燈連坐板嘅滑板車啦，可以俾小朋友落街遊下車河，唔使咁悶。嗱，呢架車咧，依家做緊特價，賣緊249.9元。
八八折之後咧係219.1，只不過係219.1。嗱，出邊咧同類嘅產品咧都係賣緊300至400蚊嘅，真係平好多啊！夏天咧就可以帶自己行街啦，可以同一班朋友啦，約出去玩啦，一齊做運動，有益身心喎、哦。而且咧，日本城咧同仲有好多唔同嘅玩具可以買嘅，亦都可以俾唔同男仔、女仔都啱喎。係啊，因為平時咧我好少見到有咁多玩具㗎，多咗好多啊！平時係咪唔係擺喺 shop 嗰度嘅咧？係咪淨係 e shop 先限定㗎？平時咧我哋都有啲唔同嘅產品咧擺喺 e shop 嗰度嘅。喺 e shop 裏面咧，我哋都有我哋嘅易購點嘅平台啦，可以揾到我哋咧各類型唔同嘅產品㗎。咦，華旭，我哋今日有咩可以介紹下俾我哋嘅？直播緊嘅觀眾朋友啊！因為我知道咧，就係易購點同同埋網店啦 ，JCE Shop 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電器啦、傢俬啦，同埋一啲新款口罩咧係俾選俾俾大家嘅，介紹俾大家嘅。就好似咧，今次呢個咧就要介紹嘅就係電飯煲啦。好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咧，美的 IH 低糖全智能電飯煲咧，都係易購點咧同網店先買到嘅產品嚟嘅喎。嗱，呢個電飯煲咧用咗 2.0mm 鈣金頂虎蜂鍋壁不黏內鍋，令到清潔咧更簡單嘅。咁而且有六種烹調模式啦，可以煮到各種嘅米粒啦，仲有咧可以煮到粥同埋愛嚟蒸嘢食嘅。嗱，依家咧買呢個電飯煲咧，仲送埋飯桌啦、湯桌啦、量杯啦、瀝糖壺等等。係啦，我哋再嚟多次啊！係啦，呢、這、一個係啦，哇！呢、這個價錢咧仲好抵啊！嗱，原價咧就1299蚊，嗱特價咗咧就係1039蚊，八八折之後咧係914.3嘅咋。嗱，記住啦，買滿250蚊，你如果 download 咗嗰個優惠券嘅話咧，咁就可以減多30蚊噶，非常之抵啊！咁你不如提多次，究竟有邊四種嘅消費券付款模式啦，同埋有邊三種嘅模式係可以 download 到嗰個優惠券咧？嗱，只要咧我哋喺日本城裏面咧，咁我哋都有收到唔同嘅付款模式啦，包括有支付寶啦、微信、八達通，最重要咧就喺佢哋嘅 Apps 裏面下載翻我哋日本城嘅電子優惠券，咁你就可以享有250蚊減30蚊呢個優惠啦。而且我哋做緊全場買滿88蚊八八折，呢個優惠係抵上加抵噶。你仲唔快啲落嚟掃貨？嗱，喂，咪掃貨住啊！因為咧，我仲有樣嘢咧係未同佢哋大家講噶。嗱，因為咧喺 Facebook Live 之前咧，我哋頭先咪講到就係話咧，我會問兩條問題俾大家，而問咗兩條問題，而其中有機會咧係會得到豐富嘅禮物噶嘛。咁第一條問題大家留意住啦，第一條問題就係日本城成立咗幾多周年咧？嗱，答案好簡單噶咋，你望下左上角，係啦，答案喺左上角就出現咗啦。日本城是成立了幾多周年呢？這個是第一條問題。好了，第二條問題就是在日本城裡面你會用消費券買些什麼呢，還有為什麼？答得有最有創意的十位朋友啦，最有創意的十位朋友就有機會會得到以下的獎品，包括就是 EasyCook Professional Set 松井日式迷你電飯煲木紋系列0.4公升，松井1.5L玻璃電水壺廚具套裝和 JHC 30周年限定版口罩，即是我們現在戴的這一款，還有 Smile365 Crossover 本地插畫師 Eric Ho 的口罩組合，是不是很豐富呢？記住啦，要答啱兩條問題啊！我再重複多次，第一條問題就是日本城成立了幾多周年呢？答案在左上角有提示。第二條問題就是在日本城裡面你會用消費券購買些什麼呢？而為什麼？好了，最有創意的十位朋友就會有機會得到獎品了。哇，我們差不多是時間，我要叫我老公和我們自己去掃貨了。掃貨了，是的，掃貨了。喂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買東西先，買東西先。首先我要買這個。